都係一路搶住網前啦。哎呀！哇，蓋德都好努力啊！啊，輸咗都無話可說啦，咁樣。即係殺來殺去都冇辦法殺死佢，佢成日都防得起嘅。好可惜啊！呢球其實阿蓋德跳咗出去，好似跣咗跣腳啊！你哋睇下慢鏡睇唔睇到？咁希望佢冇係啊，隻腳冇咩事，即係最緊要唔好受傷啫。係好可惜啊！但係如果你話撲咧，李宗偉撲得多過佢好多。直情係一條我哋叫魚躍啦，一條魚仔咁喺個牆嗰度擠嚟擠去啊！好似訓練有素咁啊！佢呢、這個，哎呀，真係跣到啊！係啊，喺個牆外邊嗰、那個籃。正在成呢，在今年的世锦赛是第五名。还有，好球，好的，再来，变换落点，好的。结果是郑在龙啊，把这个。紧张的这个局势给缓了一下，来了一个吊球。这个球的消耗非常大。对，李龙大是连续的几多少拍的扣杀？对对对。那么这球的消耗对韩国队来说是非常不利。嗯。那么刚才这个球，我们再次看到蔡云跟傅海峰在防守方面还是非常具备一定的实力。嗯。很到位啊。对。
Ooh, and they're going to go to Lee. Hey, we got something. Yeah, he's fantastic. Er det godt, det der? Var det hurtigt nu, eller hvad? Fremragende her dobbelt. Nej. Oj, smart spillet af Asset Javan til sidst.